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猫式生活 Radio。 我刚才录了上一集的，所以我现在是直落的，但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有一点虚无一点，比较圆一点，所以呢我慢慢讲一下，大家都应该会明白的。在心经里面的这一句，是故空中无色，他说没每一日行同一条路散步这件事的，就算是每一日散步路过已经看惯的路，这只柴犬呢都不会放弃任何微小的变化。随着春天来到，它就会在草丛里面伸个头出来，发现了呢平时每日经过的这棵大树上面呢多了一个鸟巢、哦。其实我们身边的所有事情和事物都时时刻刻在变化，每日都是崭新重生的一日。而狗狗马路和其他动物呢都有更加敏感和深刻的感受，亦都比我们更加容易去观察到这些微细的变化。有时我们会想自己的生活和身边的事物都非常之平淡和千篇一律，然后望都不望，看都不看清楚就走过了，那么很自然就没有发现这些美好的变化，例如季节的变迁，天空上面很漂亮的云，很漂亮的星星和月亮。所以由今日开始，或者你应该重新去望一下这些理所当然环绕在我们四周围的自然现象和环境，感受一下当中的变化。事故空中无色，其实事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实体，万物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会变化和迁移。当然具有色这个肉体的我，这种好像很明确的存在，其实亦都系唔存在啦。好啦，听晚再见啦，记得听我鬼故啊，呢、这个鬼故好有心机录噶，系啊，记得听啦吓。多谢晒你哋嘅收听，记得一阵咧出去俾翻个 like、订阅同埋 share 啦。瞓醒再见，拜拜。